您的复杂问题，我们合力解决。大家好，这里是辽宁卫视大型公益服务节目《复合天使》，欢迎您的收看。家住呼伦贝尔的马女士前几天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提出她的诉求。她说，这五年以来她过得十分痛苦，因为她的丈夫在这五年里一直在关照着另外的一个女人，对于她的家庭不闻不问。马女士说，她愿意陪丈夫一起吃苦，可是丈夫却说不愿意拖累她，要跟她离婚。现在马女士的意思是，离婚也可以，但是必须要让她见一见这五年来另一个隐藏着的女人。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接到电话之后，我们赶到了呼伦贝尔马元英的家中。我们的到来立刻引发了村民们议论纷纷。那天他回来前说串个老太太，我说这个是不是他来糊弄英子？始终都没拿回来钱，这大伙就有点怀疑了。怀疑他什么呢？怀疑他外头有人呗。张云这个人怎么样？那在这块是挺好的，没往没说的地方。那我谁知道他变了，把这个钱都给老太太看病，完老太太死了，说这闺女得癌症了，他给人家村民回来，他帮大伙儿挣。这张海英是不是让人这个姑娘给讹上了？对于村民们的说长道短，马元英说，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他希望我们能够换一个地方讲话。马元英说，这一切都源自于五年前丈夫赵汉莹所遭遇的一场离奇车祸。我丈夫在2007年去打工的下半年，完了突发那个车祸。马元英说，丈夫赵汉莹当时在辽宁搞施工。有一天骑车下班的路上，为了躲避一辆迎面开来的小轿车，而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人，造成老人颅内出血，瘫痪在床。赵汉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失，为了对老人负责，赵汉莹心甘情愿负担起老人所有的医疗费。为了筹集这些费用，赵汉莹请老人的二女儿代为照料老人，自己则四处打工挣钱。虽然赵汉莹费尽了全力，但老人还是在一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赵汉莹也算是仁至义尽，然而令马元英夫妻俩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照顾老人操劳过度，老人的二女儿不幸患上了宫颈癌，甚至因此被丈夫抛弃了。赵汉莹又一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决定照顾老人的女儿一生。随后赵汉莹把所有精力财力全部投入到了该女子的治疗和生活当中，全然不顾家中17年的结发妻子和尚未成年的女儿。家中几乎就扔给我一个人，从来不问家里需要什么，或者是家里有没有事儿。马元英一直生活在海拉尔的大山中，这一次与我们相见是马元英第一次走出山区。善良单纯的马元英选择站在赵汉莹的背后，默默支持着自己的丈夫。可让马元英觉得奇怪的是，五年的时间里，自己从未见过丈夫尽心照顾的老人以及那个患上癌症的女人。五年后，马元英开始觉得事情或许并不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爱人说起来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他们说他指定是领的跟别人过了，在外头跟别人过了。他们还有的说领着一个女的，领个孩子在外头过的。虽然外界的传言让马元英很困惑，但是让她想不明白的是，每年过年回家的丈夫赵汉莹看上去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明显是操劳过度。马元英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终究还是抛开所有谣言，甚至拿出以前家里一点一滴艰难积攒下来的钱帮助丈夫。我就说，你要还顾这个家，你就把这钱拿去看病，我把家里钱还有他带回来的有2000来块钱吧，还有家里1000多块钱，可能是3500块钱，我说你拿他去看病去。我自己的病我都没看，我就让他去了。马元英虽然对丈夫的做法不满，但她依然在流言蜚语中凭着夫妻17年的感情相信并支持着丈夫。可是去年丈夫开始向她提出不要再拖累她，要离婚。那个老太太还有她女儿得那个病，是我都没见着过，什么病历呀、什么诊断书我全都没看着，她什么也没告诉我，汇的钱都不知道汇多少，
赵汉莹对陌生女人那没有底线的帮助，甚至现在还提出离婚的要求。她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为了别的女人抛妻弃女，她更不知道丈夫口中的做好事和离婚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马元英等不到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的丈夫了，从不走出大山的她找到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她找到丈夫，弄清真相。通过丈夫平时在电话中的只言片语，马元英说丈夫可能在重庆涪陵的一个镇上，是涪陵白涛镇直说。谁告诉你这个地址的？我问他，问逼的他没招了，他就是说这一个地址，就是他的压力也特别大，就我说这帮人都这么说那么说，他气的他就说啊，你让你妹夫来吧，意思就说那么一个地址。想所有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丈夫那里听说的。然而就在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丈夫，好不容易要弄清真相的时候，马女士却又退缩了。好在今天她终于鼓足勇气自愿来到我们复合天使的调解现场，我们现在有请马女士上场。你好马女士，为什么一上来就哭呢？我害怕，我想的不是我想的结果，还是在担心哈。是，那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你希望大家帮到你什么呢？我想弄清楚真相。先说说你跟丈夫的感情怎么样？没发生事之前，我俩感情挺好的。出车祸是哪一年？2007年发生车祸。那什么时候丈夫告诉你的呢？在那个，快回家过年那阵儿。他慢慢说出来的，回家因为他没有钱，他不得不说。那年春节回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丈夫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就是身上带着伤，因为拽的同时他的伤的也挺严重的，带着伤回来，所以也就更加确定在这场车祸当中他和老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是的。后来刚才我们聊到说到这个老人去世了之后，二女儿因为照顾他自己得了宫颈癌，你提出想要去帮他一起照顾，他不让你去。是，我说我也跟你一起打工去，那个看看到底是真是假呀。他不同意。他说孩子没人照管，孩子扔不下，他说你在家，他说我事情我会解决的，我慢慢会解决的。你相信他了吗？我相信他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慢慢觉得他讲的话不那么真实了呢？因为从2008年前，他挣的一年工资几乎没拿到家里，我问他老人咱们已经尽到责任了，我说他们咱们承受不了。所以他
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年都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是的。后面几年呢？后面几年那个优点不多。那你到现在为止给我的感觉，你似乎还是在相信他。是的，我相信他。就在马元英情绪低落的时候，台下突然走上来一位自称是马元英妹妹的人。他这么缺德，他不为家付出什么了，只给你和孩子带成伤害，老人他管了吗？从这些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元英的生活里，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还在相信着赵汉颖。生活的重担，周围异样的眼光，丈夫越来越少的音信，这每一样都像是和自己坚定的心在做斗争的恶魔一样，吞噬着马元英那所剩无几的信任。所以你平常是跟你姐姐一起生活在海莱尔，对吗？对，我们都在那儿，但是我们因为都是下岗了，都也是到处都是去打工去，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总回家。你比较了解姐姐的生活的一些状况。对，所以她的事情都跟我说。你为什么会那么质疑姐夫？一年我相信，两年我也相信，老太太已经没了，但是她还是这样，就让人没法相信。一直到四五年、五六年，她还是这样，没有人没法可再相信了。那这些事情，譬如说出车祸，要照顾老人，要照顾他的女儿，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让他拿出一些什么证据给你看呢？我让他拿过。他没给我拿。他不给你拿的理由是什么？他当时头一年老太太出车祸了，他说那个带回来的那个病历啥的，在回家的途中坐车丢了。那你有这么多怀疑的地方，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相信他？我相信这十七年他不会对我那样。太会伪装自己了。让我姐就是相信他。你觉得不可理解的地方是？我觉得很多，根本就不可能，哪有这么巧合，照顾病人怎么能就得癌了呢？他就是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事儿，就是也许就跟谁过了。那丈夫现在不怎么管你们，你们平常的生活怎么维持呢？这夏天了，靠采点这个山野菜了。我姐就靠卖这些东西过。她去采的时候，她得去摸黑去，到的地方天亮了，正好她就可以采了。天天都是这样，采点回来，给孩子买点吃的。还有老人的问题是，还得照顾两边的老人。如果说这五年过得如此辛苦，丈夫跟你提出离婚，你为什么不直接就跟他离呢？因为孩子。孩子，你有几个孩子？一个。今年多大了？16了。孩子觉得爸爸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觉得不会，他特别相信他爸。其实我们的编导上一次几乎就快要找到你丈夫了，对不对？是。你为什么害怕了？我害怕是假的，没法面对，所以你才放弃的。你心里面觉得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是在帮助别人呢。其实在我们进行调解之前，我对这个事件也觉得很纳闷，我也在想到底我们马女士的丈夫是一个善良的天使，还是一个制造谎言的魔鬼。现在我们跟马女士交谈了这么久之后，我想听听看各位调解团成员的意见，我想请大家也帮助马女士揣测一下，你们觉得她丈夫这五年来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意思。一位老师。我觉得这种揣测特别难，所有的事情太离奇了，病历丢了，要去看不愿意，那给我个电话和地址也可以，也没有。所有这些事情的话，你愿意相信他们，但是我们旁人听起来的话，就像妹妹讲的那样，我们无法相信他。我从我个人情感来讲，我特别愿意相信你的丈夫，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也特别希望他是一个有担当的、有良知的这样一个男子汉。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丈夫是魔鬼，但是我现在愿意相信你丈夫后面肯定还有一个魔鬼，这是我的判断。我想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去照顾这位老人，照顾这个老人的女儿，我也不认为他是善良的。他为了道德上他应该尽的责任，他去尽这个责任，
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为了老人去世之后，他又为了照顾老人的女儿，抛弃自己的家庭，抛弃自己的妻子，无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不觉得这是善良，我觉得这是糊涂。我觉得一个糊涂的人是没有办法跟他谈什么信任跟信赖的。谢谢。其实无论这五年多来，赵先生到底是一位真正的天使，还是如周围亲朋好友所揣测的那样，他只是有了一段新的感情，现在要抛妻弃女。我们都想，今天能够帮助马女士真正走出生活的困惑，才是我们这一次调解的最大意义。于是我们的记者又继续前往追踪赵先生去向的路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费尽周折得知赵汉营的下落之后，马元英却突然选择放弃。谜一样的赵汉营，谜一样的车祸，谜一样的女人，始终是马元英最大的困惑。我们在送走马元英之后，依据前面得知的信息，继续留在涪陵寻找真相。啊，这位女人叫赵汉营的。我那不认识，那不认识。我们根据马元英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赵汉营的消息，甚至被告知该工厂根本没有赵汉营所属单位的存在。我们在怀疑赵汉营所给的地址是否属实的同时，凭着对马元英手机里面存着的赵汉营的照片的记忆，继续在打探着赵汉营的消息。经过一天的寻找，我们本以为找到赵汉营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他刚见到我们讲的话，让事情看起来更加复杂，形势也更加严峻了。我没领别人在外边过，这是事实，这个一会儿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嗯，我挣的钱给人看病了，这肯定也是事实。嗯，那人确实存在吗？在什么地方？这件事牵扯的太多了，你们去的话可能要牵扯好几条命。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赵汉营的默许下，我们和他的工友们进行了沟通。很快我们得知赵汉营非常节俭，待人接物也真诚本分，尤其是在个人作风问题上没有任何瑕疵。看来赵汉营的确如他在电话中给妻子描述的一样，是一个与人为善、老实本分的人，是一个与精心策划弥天大谎、抛弃妻女的形象完全扯不上关系的男人。但是在妻子面前，赵汉营为什么要隐藏关于车祸的所有证据、所有人物？为何五年的苦都过去了，现在却要提出离婚？这让马元英困惑，也让我们困惑。那么赵汉营做好事和离婚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他如此种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做法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驱动力？他口中的数条人命是危言耸听还是真有此事？这个如梦一样的车祸，五年的好人故事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还是感天动地的真相呢？赵汉营的确找到了，但是很遗憾，我们从他的言辞当中不但没有揭开事情的真相，反而现在让我们觉得迷雾重重。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赵先生也自愿来到我们复合天使的调解现场。我们现在有请赵先生上场，有请。骗我姐了，你这么对能对得起吗？你对得起你父母，对得起你忠贞不二的妻子，对得起你姑娘吗？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太过分了。你把真相说出来，赵汉营，你还信他？你还信他？就你傻，你还信他？
看见让自己伤心不已的丈夫终于出现在面前，马元英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问丈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反而是拉开了那前去帮自己责问丈夫的妹妹。马元英对丈夫的爱，或许又何止是一句信任就能解释得清啊。赵先生今天既然来了，我相信你也是希望把你心中的苦都跟大家说出来。我们现在这样来问一下好了，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车祸的问题，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车祸是假的，假的。赵汉莹一开口，顿时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有些目瞪口呆。妹妹再也忍不住，冲上台去，朝着那个曾经认为是大好人的赵汉莹宣泄起自己满心的愤怒。那么，车祸是假的，那个生病的女人是不是也是假的？赵汉莹为什么要撒下这弥天大谎来欺骗妻子呢？赵先生，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要说这样的谎言？也是不得已吧。我们这个工地呢，当时是在这个桥边上租的这个楼房，我在这个楼上正好是能看着这个桥面上。那一天呢，也是晚上将近9点钟这样吧，我就看着有个人在那站着，反正离远了看呢，反正能看出是个女的。等到10点钟，将近10点半那会儿吧，我不经意地转了一下头，我看她还在那站着呢，我就感觉事好像不大对劲儿，我就穿上衣服出去了。我走到离她也就是3米左右那个位置，我站下的，我站下我就没动，我也是，反正感觉吧，这个人应该是有问题的。你说晚上在这个时间，我还是感觉这里边是不是感觉应该是有问题。你看出来他想轻生，他后来跟你承认了他是不想活了吗？是。然后你打算怎么搭救他呢？当时我是劝了好一会儿，一看时间也挺晚的了，我说你赶紧回去吧，我这边也得回去。我俩刚一接触，他也不可能把很多事情都告诉我。当时只是知道他有病，然后经济方面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既然让我赶上了，我想帮他一下。既然是想帮他一下做好事儿，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跟妻子说呢？在那种情况下，我如果跟他说的话，他不可能支持我的。这样一个人，我既然碰上了，既然让我赶上了，如果没让我赶上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对不对？但是既然让我赶上了，我也是不忍心让这么样一个人，很年轻的一条命吧，我不忍心让他没了。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你不得不管她吗？你刚刚说她得了病，她得了什么病？我当时是看着的那个诊断书，上面写的确实是肿瘤，但是说心里话，到现在我当时就是没仔细看，我不确定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这个我确实是没确定。其实这几年呢，我最大的难处就是始终想把他这个轻生这个念头打消，其实最大的难度在这上面。这些年他一共大概花了你多少钱，你有算过吗？没有算过，但是肯定超过10万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10万块钱不是小数。你现在说的这10万块钱是你这几年来的积蓄，还是说你到目前为止为了这个女人还在外面有别的钱债务？债务肯定是有，将近3万块钱的，大概3万块钱这样吧。实际的生活中背叛了你的妻子，对吗？我只是在生活中背叛她了，情感上我没有，这点我必须。你指的生活上背叛她是指什么？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吗？毕竟这件事是个谎言嘛，
对他还打击很大，这个我知道。你跟那个要轻生的女人现在住在一起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你们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没有。没有没有，谁信呢？谁信呢？啊？谁信的？你说谁信呢？你妹妹无法忍受心中的痛恨，再次冲上前去责问赵汉莹。一个谎言，五年欺骗，十万元钱。对马元英而言，这一个谎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做了五年的傻子，自己和女儿这些年所吃的苦，自己面对所有人闲言碎语时那可怜的信任，家人们对自己五年来的生活资助，都在这一个谎言之下变成了让人绝望的笑话。赵汉莹为什么偏偏选择对自己的家人这么残忍？我们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一步步地走上这一步。像刚才你的这个小姨子质疑你，我觉得她质疑得很好。如果你跟她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你凭什么老婆孩子都不顾要给她10万块钱？一个是值得同情，一个是我在她那儿得到的只是沉重，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只是沉重。你现在所有说的这一切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她给你带来的是沉重，他花了你将近10万块钱，你跟他没有任何情感上的接触，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你只是单纯的同情他，这些不构成你现在要放弃妻子放弃孩子这一切的理由，你知道吗？这个不支持，别说你老婆不理解，你小姨子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就因为他是一条命。你老婆的命不是命吗？是。那为什么那条命就贵重一些呢？不是说贵重一些，在处理这个，可是你现在就是为了救那条命不顾这条命啊。这也是 我觉得是这样，这也是我最大的。如果你今天想来真的解决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坦诚的心，不能因为说老婆坐在这儿，小姨子坐在这儿一直在谴责你，你就在推责任。我跟这个女人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对她没有任何的感情，你这样说不通，说不通大家就不能接受，不接受就不能帮助你。说到感情这方面吧，我得这么说，日久生情嘛，因为毕竟已经好几年接触好几年了，在我心里现在他和我家的一个人一样吧，在我心里现在基本就占这么一个地位吧。嗯，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嘛，啊，也是因为我给自己定这个原则才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嗯，赵先生，你这样说就合乎逻辑了，日久生情，你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我们就能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我想听听看我们调解团的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现状，大家有什么想要发表意见？刚才你妻子和你小姨子面对你的时候，甚至他会打你，然后妻子会拉你的小姨子拉开，即使今天他已经接触到真相了，他仍然不忍心看着妹妹打你，他对你是有爱的，他会去拉。第二一点，我相信你们夫妻七个人七年之间恐怕已经很少有这种感情交流了，你们可能连这样的感情交流都没有。我不是为了你，我为了你的妻子能够宣泄一下，为了她的心里好受一点，我们忍着，我们不去拉这个架。所有人我相信每个老师都想去拉，我们为了你妻子不去拉，坦率地说，不是为你，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你该着的。别把自己表现得那么无辜，你在第一次做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完全选过了，你已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小姨子的问话很有力量，她姐姐的命不是命吗？你女儿的命不是命吗？但是当你在这儿侃侃而谈，谈说我如何如何珍视生命的时候，我觉得你简直太无耻了，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是非，怎么可以这么混淆道理？能不能负责任坦然一点讲出来？老赵，这五年什么东西把你支撑下来？只是一个支持生命吗？那么多生命都需要你支持，你怎么不支持？你基本的家庭责任需要你支持，你怎么不支持？你能这么欺负你的老婆吗？能这么无视自己的闺女吗？请问一下赵先生，你一直在说你这几年来压力也很大，来自于那个女人说她一直还有轻生的念头，
他花了你的钱，你带他去治病。我突然想问问你，其实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女人说她曾经的情感的故事，包括她的病，包括你给她这些钱，有没有可能是假的？说心里话，在病这个问题上我质疑过。平常都是怎么治疗的？是你陪他去治疗吗？不是我陪他去的，因为他毕竟现在有丈夫在那块儿。有丈夫是指跟他一直住在一起的那个人？对。那你算什么呀？你算什么呀？啊？你知不知道你骗我们的时候我们全家都相信，而且每个人都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要帮你要给你钱，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好，我们现在确定第一个问题，他的病不是你亲自带他去治疗。那么第二个问题，他的病情现在发展到什么样子了？他这个病他没跟他那个现在在一块住那个他的丈夫吧，他没让他知道，因为最开始他就没想治这个病。他就想让你知道。他就想把这个欠的朋友这个钱还了，然后一死了之也就完事儿了。他生这么重的病，他不跟他丈夫说，去跟你说？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之间只是在一块过着而已。那你连跟他过都没在一块过，为什么你要替他偿还这一切呢？我就是感觉这样一个人毕竟是一条命吧。好，你刚才说你也曾经质疑过他的病情，那你有没有通过一些什么办法去平复你的这个怀疑？这几年之中他这个轻生的念头已经有30多次，或者说已经有40次这样了。你还替他查着呢，他要是想死早都死了，他还告诉你啊，他就是在骗你，你就是跟他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样。为什么知道他要轻生这么多次呢？他轻生为什么告诉你呢？他要想死不早死了？我也40多岁的人了，我自己肯定也有个判断。对，你就判断。平常我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你知道他有一个丈夫，现在跟他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病情。那么他知不知道你在老家其实是有老婆有孩子，你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很正常的婚姻关系的？他知道，他知道。他如果知道你有家庭，你拿出这么多的钱给他看病，他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怎么忍心呢？我就是没告诉他家里这些困难的。实际上，我看着老赵啊，我觉得做个女人，我看他是真可恨；做个男人，我看他还真窝囊，知道吗？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跟你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一步一步走到这种程度了，再这样下去，我现在已经就无法面对。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没有希望，也没法面对你妻子和儿女了？是这样吗？你愿意这么活，对不对？是不是那女方提出来让你离婚呢？没有。我问你，这个女人有职业吗？没有。她自己可以行走，按照你说还在大桥底下溜达，她怎么上不了班吗？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吗？那个时候还可以。现在呢？那个、还可以。现在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是什么状态？现在身体啊，各方面啊，比那个时候要差许多了。五年呢，这个女人没上班是靠你供养，对不对？你每次把钱拿到她面前的时候，她都跟你说什么话？什么话让你感觉到你拿这个钱这么有意义呢？我想说，这个男人的话我们还可信吗？真的，我不想第二次再听狼来了的故事。假如说那天夜里是真事儿，深更半夜桥边上女人，你在观察，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天使要救她，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甚至质疑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动机，因为你可以打110，因为你有同事的原因，谁会冒那么大的风险，深更半夜一个人去一个女人旁边。
实际上你当时就应该叫上你的同屋住的人，你本身你不定有什么想法呢，是吧？另外你还给你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做人的原则是什么？我替你说出来：一不赡养父母，二不抚养儿妻女，这就是你的原则，你觉得对吗？面对大家的追问，赵汉莹显得无言以对。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赵汉莹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更对这存在于谎言基础上的天方夜谭的不信任。那么事实是怎样的？赵汉莹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她为何会宁愿背上千夫所指的骂名，也要义无反顾地跟着这个女人？接下来我有个问题想问各位调解团的老师，你们觉得这个一直声称自己身患绝症的这么一个女人，她到底是不是骗子？一位老师，我想以前有一本书特别重要，然后我也介绍大家都读，叫《常识》。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这个女人很爱跟她同居那个男人。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判断呢？因为她当时在河边自主也好啊，还是说心里纠结想自杀也好，恐怕有一种感情因素，而不只是自己身体的病。为什么还有这样判断呢？一个是她不肯把自己的病告诉那个男人，怕那个男人觉得她是个负担，然后离开她自己。而且老赵，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儿，你拿给那个女人的钱很可能有一大部分她用于供养那男人，或者跟那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去了，因为她想留住这个男人，她不见得完全用在治病上了。但是对这一点你都没有清醒的知道，这是我的判断。其实我刚才和我们熊律师和田老师，我们有个共识，你真的没有给我们讲实话。这份愤怒比你原来的所作所为我们更愤怒。我们原以为你坐到这儿，你真的想面对了？你真的想和过去说再见了？你真的想用你的后半生来赎罪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你还在抗争，还在自圆其说，还以为披上个羊皮你就不是狼了。你后悔吗？你在这里实话实说，你这么做后悔吗？对家人造成的伤害，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你相信那个女人把你给她的所有钱都用于治病了吗？有没有可能跟那个男的过日子去了？这个绝对没可能。还愿意还这么继续支持她下去呗？那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人。我在猜哈，赵先生跟这个女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女人柔弱的一面、软弱的一面会让赵先生觉得自己的强大，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支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赵先生，您本身你是不是不能够去面对这个女人欺骗了自己呢？如果是这个女人欺骗了自己，那自己的所谓之前的强大可以支撑一个人生命的这种价值感是不是就没了呢？老赵，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一直在说你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了，我们也在讲常识。那你帮助的，你真心帮助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对吧？对。那你说我40多岁了，我对生活有基本判断，你觉得那个男人对生活也应该有基本判断吗？那肯定有。你觉得这样一个男人，守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女人，他会不知道这个女人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吗？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不问这样一个没有生活来源的我的伴侣、我的爱人钱到底哪儿来的？这样一个40多岁有正常判断的、有良心的男人，知道自己身边的女人这样重病，他会不担心吗？他会不努力吗？他会不焦急吗？当他发现自己身边这样一个需要帮助的女人得到了如此好心的一个男人的帮助的时候，他会不出现吗？他会不当面感谢你吗？好，今天我们在场所有人除了对于赵先生，是不是那个男的就是你啊？是不是就是你啊？你知不知道我姐夜夜都睡不着啊？她只是哭一个小时你就这样，我姐成年的哭你知道吗？请你看着我，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律师，我感觉到你一直在撒谎。你现在面对的是你愿意用他的身体来保护你的妻子。你看你的小姨子多次想冲上去打你，这个女人她冲过来三次保护你，你不觉得愧疚吗？在这样的一个愧疚的心情下，我们只对你提出一个要求，讲真话。面对着调解团的一连串追问，赵汉莹选择了沉默。我们无法理解赵汉莹的想法，那个奇怪的夜，那个奇怪的动机，还有那个充满了谜团的神秘的女人，赵汉莹的心中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也是她轻生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他现在想轻生，你担心，然后你就给他钱，他就不轻生了，不就是这样吗？这病也没那么重，这不是直接的关系。那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这么一直帮他呢？他要和善良的妻子离婚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快的说出来，冲老婆说，有没有？先说有没有。下期请继续收看《离婚谜云》。